我在这段时间在选歌。选歌吧。选歌。错。怎么讲？哎，要感性起来是吗？对，真的，我在来之前在想，就是这一次，毕竟还是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自己个人的心情，或是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也把我想要去表达的东西也有一点点的改变。好好，没人听懂。去年在香港跟在台湾有发生了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我觉得不只单单那么简单在那个那群人里面的事情，而是他为我们的地方去打开了一些裂缝。有很多本来有的一些规则，或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框框，在那些运动里面有把一些东西推翻了。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在香港，我们在去年的九月，真的刚刚半年前，就是有这个雨伞运动，这个占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香港这个一直所有的人都是去很多人都是跟着规则去走的一个社会里面，突然有一群人跟世界说他们不接受，他们不愿意只是这样跟着别人的规则去走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维持了79天的一个占领。那在里面其实我跟明哥黄耀明，我们有我们有制作了一首歌曲，但今天我不是要唱这首歌。想听这首吗？因为我来之前就想说，哎，高雄会不会听不懂广东话？不会。然后，因为毕竟最流行的一首广东话，就昨天被黄秋生唱了，就我不好再超过他就不好了，对不对？他今天有来，谢谢他。没有，我是说海阔天空啦，就是他之前昨天就有唱了这首。那什么要唱这一首吗？就要改吗？所以要让黄秋生就是。怎么办？唱两句啦，不要太多，这个，唱什么？海阔天空啊，他听不懂我讲，你要出来唱吗？我的 band leader 跟我的哥哥何炳。他要出来唱。不要啦，我练了下面的这一首，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瑕疵，但毕竟是尽了力了，所以希望大家会感觉到我的诚意。来咯。有点紧张。亲爱的妈妈，请你帮帮我。
为当关掉夜啦拍摄啦爱你啦为当陪你去看电影原谅我走不开口我要去对抗欺负人的人提示者唱歌叫一滴啦为了守护人的梦吃最近加勇敢的人提示者唱歌已经是更加勇敢的人